事故發生在今日凌晨3:30左右，在 QEW 附近 Carter Road 上，一架超速行駛的深色四門房車和另外一架白色房車猛烈相撞。警方表示，醉酒駕駛可能是導致這起車禍的原因之一。由於事發的時候撞擊力量巨大，白色房車內的一名2歲男童和他的父親被拋出車外。事故中的深色四門房車亦都在撞擊的時候翻車，車身嚴重損毀。警方透露，受傷的男童目前正在多倫多病童醫院接受救治，情況穩定，但是男童的父親就在送院之後短時間內死亡。在事故中受傷送院的還有這名男童的母親。肇事的深色房車司機和車上面的3名乘客目前都沒有生命危險。目前肇事司機已經被警方逮捕，他將會在今日出庭受審。 WOWtv 秦瑤報導。